是因为有东西被卡住了，颤抖还是？不是颤抖，不是卡住了，因为我把我气囊牵进去，电梯在滚动，嗯，就在进去了，一下子把我脚气的进去，嗯，的进去，因为就电自动不停有一点，有一点的常规知识，感觉嘛，红颜色，红色按钮停留，是你自己按的？自己按的。 对该设备的使用单位和维保单位制作了一个现场调查笔录，然后还调阅了该设备相关的视频资料，还有纸质的资料。现在这部电梯已经停用封存，那么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。